全岛购物中心、办公大楼等商业和服务场所即日起启用 Safe Entry 访客登记系统，目前已有超过62000个地点开始采用。智慧国及数码政府署表示，扫描登入是强制性措施，尽管登记离开并非强制。公共卫生专家鼓励公众在离开时应该通过 Safe Entry 登记离开，这是因为 Safe Entry 记录了人们的数码足迹，有助追踪团队更有效地展开追踪冠病接触者的工作。